大运会扯蛋妆，演员话初恋 feel 啊！深圳大运会星期五就开幕啦，大运最近喺内地劲多人讲啦，不过最爆竟然系件骑呢扯蛋妆。扯蛋妆系开幕式800个演员表演服饰嚟噶，最搞鬼系件衫下摆有个好似内衣咁嘅黏贴，唔贴咧三角位飘嚟飘去好怪相，贴咗咩又太贴身啦，肥啲都着唔落，又会拉扯男演员嘅下体。不过有演员竟然话有初恋拥抱嘅贴身享受感觉，扯蛋似初恋唔系吧？